友达光电从2009年开始就跟我们合作，在科学中心的 B1 做了一个精彩展示。时隔5年，友达光电会觉得能够把这个展示更新扩大会更有意思，所以也就在今天2015年的1月31号呢，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友达光电重新利用了更大的面积，做出更富有教育含义的展示，让我们觉得很感动。友达光电本业是光电，光电的后面就是物理。我自己是学物理的，我看到这些 B1 的各种各样展示，连我都觉得爱不忍视。这里面除了好玩之外，它有丰富的科学含量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希望我们的社会大众有时间，家人朋友带着小孩一块过来体验。我们再次感谢像友达光电这样的热心企业，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教育做得更好。欢迎来到我们达达魔术世界的第一站，神秘的太空飞船。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后方的这个教具呢，它主要就是把银河系呢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萎缩。那可以看到后面有两个发光的球体呢，这个球体呢右边比较小的呢就是我们的地球。那大家知道另外一颗比较大的是什么呢？那一颗比较大的呢就是我们的太阳。那太阳光呢就是我们，因为它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呢，所以它提供给我们地球很强的一些能量，所以我们才有所谓的四季的变换。这个是我们公司的透明显示器的面板，跟后面的这个木做的一个魔法乐园的设施做一个结合。那这个展件的名称叫做沉睡的魔法乐园，那是希望透过小朋友触控跟打打虎一起来唤醒这个沉睡的魔法乐园。那这个展件的主要应用是我们用透明的显示器上面做的一个动画，来跟后面的实体做一个配合。那希望小朋友在玩完这个展件之后，他可以带着一个很愉快的心情，有来到魔法乐园玩过一趟的愉快的经验。